先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科会第四名第二行啊，第三名中明是明了明白宗是宗旨宗为宗旨，其修去向，过经易至，修讲必知。宗跟体不一样，体是通的，啊，也就是一切经共同的。用现在的话就是理论的根据。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所依据的理论是完全相同的啊，决定的没有差别这个里头呢只有浅深不一样啊，对程度浅的人讲的浅对程度深的人讲的深啊，所以只有浅深广狭的差别啊，这个道理呢，决定是一致的。啊，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。啊，所说的全是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我们明白理论的依据，信心就建立了。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是自己本人，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。这个说法，初学的人呢，听到还是会有误会。本人说，以为我这个人叫这个身体啊，这叫本人，不是的。啊，这个身体不是我。啊，这身体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。就好像衣服一样，衣服绝对不是我，但衣服是我所有的，啊，所以我跟我所要辨别清楚，我是永恒的，不生不灭。我的衣服呢有生命，衣服穿旧了就丢到垃圾桶里，不要了再换一件新的，啊，这个大家容易懂啊。身体也是如此，身体用个几十年，用得太衰老了，不太好听使唤了。不要了，再换一个。啊，所以我是永恒的，我所是有生命的，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如果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那到底我在哪里呢？彻底觉悟的人，啊，究竟正德的人。告诉我们，我在哪里？净虚空变法界是我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哪一天晓得净虚空变法界都是我，你就会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你就会爱护了。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是一个身体，啊，假如把这个身体当作我。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，啊，每一根毛发都是我，啊，决定不能够分割的，
啊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出家人们头发都剃掉了，丢了不要了。但是在整个法界里面，你可以剃掉，你丢不掉，还在我里头，绝对没有离开我。所以佛法讲常乐我净呢，那真我啊，啊，这个身是假我，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。啊，虚空法界，过土众生呢是一体。这个是佛法你契入到究竟的境界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他的身心决定跟大自然融成一体啊，这个大自然就虚空法界融成一体，这最健康的啊，你要想永远不生病，永远不衰老啊，你走这个路子就正确了啊，你看看诸佛如来啊，菩萨摩诃萨绝对没有衰老的相，阿罗汉有，罗汉有衰老的相，菩萨没有衰老的相啊，佛没有衰老的相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不生不灭嘛。啊，凡是有衰老，都是有生灭。啊，有生灭，六道轮回的现象。六道以外，四圣法界，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只有变异生死，所以他也没有衰老的相。声闻缘觉视现衰老的相，目的都是启发众生啊，让众生见到这个相啊，能够感悟啊，啊，能够感动，能够觉悟，用意在此地啊，真正证得阿罗汉果，也是不生不灭。分段生死没有了啊，变异生死那是境界的提升啊，像我们念书一样啊，今年念一年级，明年念二年级，念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变异是这个意思啊，确实他没有，他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那叫变异啊。分段呢，那是一段一段的刹那生灭啊，所以生死佛讲有两种啊，理是一个，这是值得我们深信不疑的啊。宗呢，宗是讲的修行方法啊，这个重要了，我们怎么个学法，所以其修取向啊，啊，我们发心来学习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学习的总纲领是什么？学习最重要的是把纲领抓到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过经易知。啊，佛所说的一切经，这个讲的修学方法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众生根性不相同？这个里头就开无量法门。这个华严经里面常讲无量为一，一即无量，无量即一，一是讲的体，体是一个方法了，无量无量方法是一个体，一个体里面呢可以用无量方法来修正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我们从这去体会，所以修学讲解一定要知道。那么本经呢？啊，本经这个宗旨
依佛者即。这本经这个阿难问是佛即凶。他的宗旨是教导我们依佛者即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修学必定要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是决定正确的。依据经典所说的道理，依据经典所说的方法，把这些理论方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怎样过日子，你的日子过得快乐啊，过得幸福啊。我学佛因缘，方东美先生一句话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被他的一句话打动了。我们所追求的就希望能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他给我介绍了，我从这一句话里头动了念头来读佛经啊。原来我的观念当中总以为佛教是迷信的啊。我在读书的时代接触过伊斯兰教，接触过基督教，我觉得伊斯兰教高过基督教，基督教高过佛教啊。我认为佛教是泛神教，什么都拜啊，确确实实是很低级的宗教啊。这是在早年呢学生时代的一个观感呢。没有想到啊，方东美先生给我讲，我跟他学哲学啊，他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他教导我啊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，才知道从前的看法想法错了啊。但是这个为什么呢？这是值得研究、值得探讨的啊！所以方先生指点我啊，学佛一定要从佛教经论里面去探讨，不要从形象啊。形象的确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。形象往往误导了许多众生，我就是被佛教形象误导啊，不知道这个形象的内容啊，被他误导啊，误认为是低级的佛教，误认为是全完全的迷信啊。这不是我一个人，中国大陆上千千万万人都是这个看法。以后我们明白了佛教这些形象都是很有意义的，没有人讲解于是把这些泥塑木雕的这些形象啊都当作神明，那不就叫泛神教了以后我们自己深入经藏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它是教学的工具，它是表法的。
啊，这才赞叹备至，才晓得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走向高度的艺术化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提倡艺术化是在二次大战之后。啊，政治讲艺术，军事讲艺术。啊，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都在讲艺术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讲经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华严经经本是生活的艺术。我们也讲艺术。才真正懂得佛法了，表法的意趣啊！啊，所以要不懂，没有人讲解解释，都会被人误会。啊，那么这样好的东西，没有人去把它向世界许许多多群众介绍，你说多可惜啊！我们晓得这个佛就成宝啊！啊，这样珍贵的宝物，这是一切众生共有的啊，绝不是某一个国家、某一个族群独自享受的，不是的，它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共有的财富。啊，我们不明白，那也就罢了了。真正明白了啊，就有责任、有义务向一切众生推荐、介绍。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过最幸福、最美满的生活，在佛法里啊。那我们学佛，也学了不少年了，为什么这种幸福美满没有得到呢？这个故事不在佛法这边啊，是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啊，或者是违背了理论，或者是不遵守方法啊，过在自己呀。如果你完全依照理论方法修学，你必定会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是值得我们时时刻刻要反省的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有没有依照佛陀教诲？大小乘经论，无论哪一部经啊，你只要抓到一部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够获得金刚经上讲的好啊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啊，必须深入。你入得不够深，你得到的受用就不广不大啊，越深你得到的受用越广越大啊，所以要深入啊，其而不舍啊，这里头说有大乐在里头啊，你不是要享受快乐吗？这里有大乐啊，这个世间所有的乐跟这个不能相比
啊，所以经典能摄受众生，像磁铁一样，它这个引力非常之强啊！啊，决定会被它吸引。那么这个地方，我们提了个纲领，啊，依佛者戒，啊，听从佛的教诲。啊，这个极就可以说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人生最圆满的享受，啊，究竟圆满的享受。身呢，习我行善，口说法利身，意度身不息，善因善果以定吉祥。这一个宗旨啊，也就是这一个原理原则，在佛法里面，任何一个法门，任何一部经论都不能违背的。啊，那为什么又说过经易知呢？因为这个经是基础，像盖房子是地基，不管盖什么形式，地基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它是属于基础。啊，所以特别着重啊，身口意的修行。啊，修是修正。行是行为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我们一般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心行恶多善少，所以没有办法转凡成圣，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口业尤其造得多，啊，喜欢讽刺别人，喜欢笑话别人，喜欢给别人开玩笑，啊，玩笑开过分了，麻烦就来了，都是过失啊。啊，心里面这个意识心呢，念念利益自己啊，这自私自利啊，哪有想着别人好处的？这是错了，这就是过失。啊，我们依照佛。佛菩萨给我们实现的我们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过佛菩萨的生活，佛菩萨身习我行善，一丝毫的过恶都没有，纯善。一举一动啊，都是利益众生。啊，言语，除非不开口，开口所说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是教化众生的。啊，你们看看这个《了凡四训》，大家都念过，都看过。云谷禅师。是一个开悟的高僧啊，宗门的开悟是明心见性，
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，那个传记是彭继清做的，他老人家一生当中很少说话的，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，别人去拜访他，他给个蒲团就叫他坐。他跟袁了凡说那么一大堆的话，呵，不简单呐，太难得了。他的心是定的，他的意是清净的，开口说话决定是利益众生。你看跟了凡居士讲的话，没有一个字是废话。存心度生不息，帮助一切众生，永远没有休息，这善因善果，众善因得善果，这是佛法。我们要是依教奉行，必定得吉祥，但是这个里头真假为准。这个经里头特别教导我们，这个善根善的有真善有假善的，了凡先生说过啊，有断有取啊，断就是直正直，取是不弯曲未曲，有大有小，有半有满，那了凡先生说的多了，这个地方是真假为准的，你要学真的，你不要学假的，假的就错了，真的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